为啥不叫配方？这是我们祖传配方。祖传配方，给多少钱都不交吗？不交不交不交，给多少钱都不交。假如我现在给你50万，交不交？50万也不交。100万呢？不交，这不是钱的问题。那是啥？配方不是钱的问题。厉害厉害，给的少，还是给的少。来，鱿鱼好了啊！点了鱿鱼的过来领鱿鱼，鱿鱼好了。这边发现一个带着大金链子的鱿鱼哥啊！章鱼煮哦，章鱼煮，这是大鱿鱼，大鱿鱼，这是饵串，饵串，鱿鱼须，鱿鱼须，龙珠串，龙珠串，对，啊，看，这是七星串，可以可以，呀，一个鱿鱼这么多名堂啊，挺好。15一个，15，10块3个，27个，10块3个，这15一个，15一个，这是15两个，23个。好嘞，做了10年了，10年了，呀呀呀呀，灵魂酱料，23个的，好嘞，做了10年了，3个鸡精棒，大金链子，来，鱿鱼好了，点了鱿鱼过来领鱿鱼。35的鱿鱼，没放辣椒，自己蘸辣椒啊！来，这个20的，要不要辣椒？一个，这两个价格一样。那就给我拿20块钱。20的拼起来是吧？来，好嘞，拼。鱿鱼啊，做鱿鱼10年了，味道做得很好。鱿鱼，来，给你转哪儿啊？那大哥做了10年，肯定有不少人来学吧，是吧？有学的，我们卖酱料。哦，卖酱料是吧？对。烤的技术教不教啊？技术教。也教，但是不教配方。哦，不教配方。哦，你说的配方就这个吗？哦，哇塞，这么好，100万都不交。哇，这么能吃辣呀！咱家辣椒不怎么辣，特别香，特别香哈。对，老板，这每天能够卖多少啊？大概卖3-4千块钱。卖3-4千块钱？啊，卖3-4千。哇塞！那利润至少有一半了，还行，还行。专业烤鱿鱼10年，那你们这鱿鱼是从哪儿来的呢？是不是从山东那边，还是说沿海城市？从山东发回来的。山东发回来的。有2场进的。来来来，搞到2串，我这个叫什么？七星串。七星串啊。对。七星串，15元2串。来尝一下这个蘸点辣椒啊，来尝一下啊，看着很有胃口啊，这肉片很大呀。这辣椒就像老板说的啊，不是很辣啊，很香。要不要辣椒你俩？要不要试试？要辣椒？一晚上能够卖3-4千，光利润的话至少有50%。老命也要。看你，我自己看。放了，太远啊！辣椒，这个太钢汽水啊是非常受欢迎啊，就是到处都有，每个饭店我看都有。吃鱿鱼和太钢汽水，爽。这个小吃也不错啊，烟火气息十足。哎，鱿鱼，做鱿鱼10年，味道做得很好，鱿鱼。哇，爽，好吃，他这鱿鱼可以啊，不错。是美味的感觉，好吃，真是。那个什么，北京卤煮是吧？对啊。二蛋一块，不敢吃。赶紧吃啊，帅哥！不知道那里面是啥、啊，就是一些猪下水嘛。说你更不想吃了。那我娘不说了。挺好吃，可以。我操！娘不说。水果茶是吧？这是。哎，这一块多少钱？10块。姜鹏鱿鱼，这个粘串真的是非常的受欢迎啊！围在一起，然后这样站着吃。